彭婷刘进城，哎，这个彭婷和刘进城的家人怎么？Thank you.
桥风愁断，两人牵绣球，月老定三生，牵手入华齐家。齐娘过火盆喽，过火盆生红玉，好日子红红又火火。欢天喜地笙歌奏，即日设宴邀亲友，取觞声贺赞佳偶。即日喜堂之上，两位新人结为夫妻，可谓是才子淑女，天作之合。那么首先有请新人转过身来，面对各位来宾站好。此时良辰美景，两口结为亲家，可谓是门当户对，彰显家风。首先恭请高堂父母落座喜堂尊位。
叔叔那边，阿姨你也是那边，看着入神，看着激动啊，只能更一这一点。俗话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儿女的婚姻大事啊，定当由父母当家做主。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新郎的父母大人为新人主婚讲话。来，有请新郎的父亲讲话致辞，朋友们，掌声有请。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我儿子李玉坤、儿媳白洁宇的婚庆典礼。首先，感谢各位长辈、各位亲朋好友、各位朋友、同事、同学，感谢你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家人所给予的关心、关怀和帮助。其次，感谢各位婚庆活动的朋友，这是在你们的共同帮助下，今天的婚庆典礼更加圆满。同时，也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亲戚和朋友。此时此刻，面对两位新人，用任何语言都发表这父母的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两副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在人生的道路上，你们两位从相知、相知、相恋，到今天步入婚前，仅仅迈出了你们今后婚姻生活。父母希望你们用心、用理解和包容经营好你们的婚姻，共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你们婚姻幸福，家庭和睦，身体健康，事业有成，就是父母最大的期盼。你们孝顺尊敬的长辈，孝敬父母，学会知恩，懂得感恩，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回报。这是父母对你们的祝福和希望。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来宾，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新郎爸爸这一段精彩的讲话。这段讲话优美，包含祝福，包含智慧，同样也包含着对所有来宾一份浓浓的感恩之情，以及对新人的一份美好的希冀。我们中国人老话会说，水有源，树有根。或许今天这一期讲话，一位新人不会懂得太多的深意，但是这样一期讲话将会陪伴他们一生，陪伴他们每一次收获，每一次成长，并且永远的去激励着他们。那么此时此刻舞台上，希望父亲的讲话是否同样也代表了新人母亲的意见呢？是吗，阿姨？来吧，您的掌声同样也送给新人伟大的母亲，祝愿她永远的年轻漂亮。掌声，成家立业，成家立业。今天这一个时刻，我相信对于新人来说，这是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神圣、一个非常庄重的时刻，当然也是一个表达感恩的时刻。那接下来就请新郎跟全场的所有朋友去分享幸福、分享感恩。来，有请新郎讲话。然后我们又得要近一点，方便大家都能分享，好吧？来，掌声再次走一遍，好不好？首先，我想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到现在，他真的为我付出了不少心血。今天，我将迈入人生最重要的一步，我将成长为男孩变成的男人，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其次，感谢我的媳妇儿。在我们认识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面，他始终支持着我，不管我去上海还是去北京工作，不管哪里，从来都是最开心的工作。在我眼里，就是我爱情的模样。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朋友们，你们从小对我的帮助、关爱和呵护，我从小至始
志同道合，姥姥就在心里。虽然我平时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但是我现在要深深的向你们鞠躬，因为我们都是这样。我的身体里边有任何的血液，谢谢。还有特别要感谢我远道而来的三十名朋友，你们不管生活有多忙，工作有多累，只要在我各个重要的时刻，我从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杭州以及祖国各地来参加我的婚礼，谢谢你们。谢谢，非常感谢新郎的话。还有，就这些了啊。感悟、懂得、感恩，这一些讲话让我们感受到了新郎郎内心当中从此时此刻开始的一份责任、一份担当。来吧，朋友们，相信他的话，再给他一次掌声，再感谢三句话。谢谢，感谢所有亲朋好友，一路到来，一路祝福，一路认可。我们说，在一个新人成长和修复的旅途当中，有来自父母的一份关怀和支持，同样也少不了所有来宾您的一份关注和帮助。这一刻，也再次有请舞台上幸福来宾家人，通过正式的鞠躬礼节来答谢每一位亲朋好友，请鞠躬致谢。在今天的舞台上，我们可以发现，愿意懂得感恩的家庭会经常的通过这样深深的鞠躬礼节来传递一份浓浓的感恩之情。没错，这是我们中国人表达回报、表达回感恩一份最正式、最传统的礼节。同样，在今天的喜宴现场，我们说美酒在蕴含中华文化的同时，也会再一次传递一种祝福。来吧，朋友们，请斟满您面前的杯盏，有请。来，这个时候，朋友们，请用你手中的酒杯，轻轻的敲击桌面，然后通过这种声场，把今天现场所有的幸福、所有的吉祥、所有的喜庆都盖传递来。朋友们，敲起来！好的，举起酒杯，让我们祝福新人永结同心，白头偕老，请干杯。烧花烛，胜今天，携手抗疫万般情，嘉宾送的洞房路，唯盼皓月好风景。好的，尊贵的各位亲朋好友，在我们大家共同的见证和分享之下，这是一对新人的新婚盛典圆满礼成，让我们掌声欢送他们入席，敬酒，有请。当然也是每一对小夫妻他们今后的最终目标，让我们再次祝福幸福的新人明天会更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会飞得越来越高。我是主持诺凯宣后行就代表本次新婚盛典的陈汉芳，山西颁奖餐饮管理学山西颁奖合理国中国大小无形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祝福我们今天到场的朋友们，还是要再次衷心的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能够幸福满满，然后的家庭幸福美满。要等到年尾吧，年尾圣诞交换礼啥时候呢？预计在我在北区北京那边，然后呢，我们在你那边家有举行三个庆祝一下啊。但是呢，还是衷心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能够家庭美满啊，觉得一定要幸福哦。在这里祝你们新婚快乐。李坤呢，我认识很久了。
为人非常的善良、真诚，而且很幽默。白洁宇是我认识的女生中性格最温柔的，你们俩绝对是天造之设，天缘地合。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打算带老朋友去看一下你的女校，跟我走吧。你认识宇哥多久了？认识很久了，我从高中的时候在北京认识，然后来了之后大学认识的同学。你看到了吗？我很熟悉。祝你们相亲相爱，同心同德，永远幸福。我现在到 library 了。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熬夜学了三门课的课程。最后我想说，李坤，你一定要对白洁宇很好很好，祝你新婚快乐。相距一万公里，相隔了那半球，那今天就要美好的日子。